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 黄明浩。今天因为工作的原因无法到达现场，但在这里呢，我还是要感谢浙江微博网友的支持和厚爱，感谢主办方将浙江年度最具影响力艺人的奖项颁给我，我很开心。祝新浪浙江微博盛典圆满成功，影响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我也会继续努力，拿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。关注微博，关注新浪浙江，